对，形势发展的确是如此。而对于大陆方面坚持这一中的这原则，在台湾是越来越受到这些不认同的。对，您怎么观察未来的趋势呢？那我觉得大陆方面现在就是想法，你台湾内部有没有形成一中共识呢？我现在暂时也没办法，但是我有一条我可以做到，我在你台湾之外的整个国际社会里面，把一中变成一个共识。啊，让你在台湾想要反一中，一走出台湾大门，你就不知道从何反起。嗯，那具体做法，这就要一中国际化。哦，那具体做法是吧？具体做法呢，我觉得不外就两条。第一呢，就你台湾当局想要以任何的非中概念或者台湾意识的概念，在国际组织里面行不通啊，处处碰壁。第二个呢，当然在邦交这个国际这个国际外交社会，让这个台湾的邦交国一个个会减少，就因为邦交国多少代表一个非中的概念嘛，就用这两种方式来封杀这个非中的空间。